啱唔啱？你總重量計埋佢幾多啊？你想食幾多粒啊？就除咯。即係你一温時一個，咁你都係十温時嘅，咁你咪十粒咯。你一個温時一個啦。咁簡單。封建主義啫。係啦，你一個半温時一個，咪二十粒咯。係啊，我想問，你想係兩温時一個嘅，咪得五隻咯？喂啊！放心啦，放嘅喊料咧係冇數量噶，最主要問題就係我需要係包幾多個，就用幾多，總重量係幾多，咁樣出嚟得噶啦。係，好啦。